龙博玩游戏吗？不玩啊。他工资高吗？高啊。那我告诉你，人家就是不玩游戏工资才高，你凭什么玩游戏？那我问你，老王玩游戏吗？他玩啊。他工资高吗？他工资高。人家就是工资高才玩游戏，你凭什么玩？还玩，你没有脸是吧？我玩的是横版格斗手游《荣耀全明星》，六种职业流畅打斗，技能连招任意组合。最近周年庆还有全新六人机械团本窝员禁区上线，还能跟周董一起组队刷本呢。哇，周杰伦！我问你，老李玩游戏吗？老李他工资不多，他也不玩游戏。老李人家知道工资不多，不玩游戏，你玩个屁呀！亲爱的粉丝朋友们，大家好。我玩短视频已经3年了，今天这条视频可能是我最后一次拍视频，因为我要被公司开除了。不是怎么事？谁说开你了？你刚才不说的吗？我刚才说的是你现在就是你俩现在的脑瓜现在低流源，少吃点少炫点，影响上镜，我是这么个意思。那我一个意思吗？